刚刚从萤火虫动漫音乐嘉年华回来之后呢，我拿到这是一个拼图的一个东西，然后里面有150片，然后尺寸是25.7×18.2厘米，然后它旁边这样子。那我们来打开一下，来看一下吧。能看到这里面是一堆的那些拼图跟透明的，大概150片吧。然后今天就来做一下这个视频，来看一下我拼完整幅图要花多长时间。然后呢？我这里也有个计时器，来看一下我会用多长时间。那么先打开一下整个拼图吧，看一下。拼图还特别好，我们来开始了。给拼好了，用时也挺长的，用了好几个小时。